软体开启后会自动侦测资料，选择汇入，汇入新剪辑，输入所需的档名，开始汇入。完成汇入后，选择左上建立影片，将汇入的影片下拉至编辑栏。若想要叠入 G-Metrix 资料，选择左上 G-Metrix， 依您的运动类型进行范本筛选，套用预设范本，如果想更换样式，只需直接点选其他范本即可轻松更换。